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？很多人认为是明天先到，对不起，在我的心目中往往是告诉我自己无常先到，所以我今天必须得光明，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必须做好，我今天不需要做的事情，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无明的事情，我今天不会去做。